你目前新收的迄只是真金。我家己退货。你若是想要跟我讲生理，请你照起讲。告诉讲我是我出手，我就等于是目睭金金看到叶志成把叶土地摕。那是我来找另外一个要做合作的关系。单立秋和叶志成儿子都要去抢药。你是危险人物，你真正要无？三立台湾台29频道，拜一至拜五暗时八点，一家团圆。你好，我是王雅芳，我今日是代表地主来跟你讲土地变卖的事。你目前新收的数目，那只是证件。请你把你的账户传讯息给我，我家己退付。他说这届你会当甲志成斗三工，那安尼我相信志成甲雅慧以后应该会当顺利好好行落去。这不是讲。是问一下，小弟，这双鞋也是你肇事逃逸上重要的证据，你哪能袂断掉？唔免你管。上重要的是烦恼的态度，只要愿意负责、尽全力去弥补的人，一定爱得到原谅的啊，对不？你还阁有真好的人生，千万唔通想袂开。那是我来找另外一个要做合作的关系。你是危险人物，你真正要无恙？前面的人到底是什么目的？是安怎要到阮业界抢土地？我即马人伫我厝内底。那呢，即马敢方便去哩？你来阮家，我会提供一双高跟鞋做刷手。阮姐夫，你甲一个查某囡仔讲电话，伊去叫伊卖考，伊查某囡仔敢若叫做小平。阮大哥嘛咧争取一块地，我希望讲会当用我家己的能力赢伊，安尼阮大哥输。你才会心好看。钱不是问题，我就是爱叶志成输。单立秋和叶志成儿子都要去抢票，我也是。